哎，总裁，啊，旁边两个有钱人家的小姐漂亮。对，那他妈那个工人你绑回来干嘛呀？没人搞，仨孩子在一块儿，不犯手啥代价事儿，怎么不是当过事儿吗？天美，你没事吧？哎，算了，不过这一次啊，是硬把门来的好价钱。够咱哥俩吃喝好几年了都。什么这么大一个起早？干嘛呢？吓我一跳！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我操！别人快跑！你需要多钱都要跑！对不对？谁让我拿着这嘴？兔崽子，看你还怎么叫！王八蛋！我操！带上他，跟我追！大哥，回城！少爷，少爷！哎，别害怕，哥会保护你的。妈妈看给我们的玉佩也会保佑我们的。回城。你们在哪儿？阿珍，妈妈，妈妈，怀珍，怀珍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妈妈不哭，我把妈妈给救出来了。怀珍，你最棒了。安安，什么？你不是安安？什么？怎么是你？嗯，怎么是我妹妹？快去找安安，快！哥，我看这孩子没气儿了，这也卖不成了呀，这随便找个地方收拾干净就行。安安，安安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安安，小姐，妹妹，哥，就对这下辈子别管，人来了我们都管，给我。让他们找到砖，不然他一定会说是我推的，崔家就不会收养我了。他们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妈妈，妈，孩子，这么疼，谁家的孩子？谁家的孩子？哎呀，这么疼，得赶紧送医院，咱们烧下去，非烧着死。
爷爷，爷爷，我通过守护周家的面试了。通过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我生生是最棒的，爷爷，为你骄傲。爷爷，你以后就不用去周家捡废品了。生生一定会挣很多的钱，治好您的眼睛的。生生，爷爷把你捡回来，你一直跟着爷爷过苦日子，你也很苦。当初你躺在山里捡你的时候，你身上只有一块玉佩。我就想，以后也许能凭着这块玉佩，找到你的家人。可你醒来后什么都忘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所以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玉佩，万一哪一天找到了你的家人，他们知道你考上了名牌大学，还找到了好工作，你一定会欣慰的。爷爷，我知道了。现在到底在哪里啊？如果你还在哥哥身边的话，哥哥今天也可以给你送一个一样的办公室当你的入职礼物啊。哥，爷，这间这办公室是你送给我的入职礼物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哥。恋爱小姐不是周家的养女吗？二少怎么对她这么好啊？她和二少、三小姐一起被绑架，三小姐呢又在那场事故中杳无音讯，所以在那之后，二少爷啊就把她当做亲妹妹一样对待。喂，有安小姐吗？我。周安，又是周安，你为什么不能给我死干净一点啊？珊珊，躲开！爷爷！过了这么多年，哥哥终于找到你的一点线索了。你等着，哥哥马上带你回来。干嘛呢？哎，二少爷，恋爱小姐在楼下跟人打起来了。好。你知不知道高空抛物是会死人的？你砸到了人，你连一点线都没有吗？让我给你个捡出来的瞎子，我告诉你门都没有。你瞎子面子也没死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高空砸到了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冷漠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！啊，我说呢，这么大空阵发生在今天正午啊，原来知道我是周氏的亲戚。你在我面前讹钱呢？胡说什么？你简直不可理喻！你今天必须跟我爷爷道歉，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，跟我爷道歉！滚开！我刚来你的打算还我！是，我道歉。周怀真的妹妹，你不要欺负他。二哥，你可算来了，没事吧？你都不知道这爷孙俩太可恶了，他们故意把自己砸伤，却反过来诬陷我高空抛物，碰瓷儿讹钱。你胡说！明明就是你把花瓶砸下来，砸伤了我爷爷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你够了！意思，
是我妹妹，贵为周家千金，从小金尊玉贵，品学兼优，会去诬陷你们这种底层货色。我没有撒谎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们刚刚都看到了吧？啊，你还拍了视频，你把视频给他看。我们没有撒谎，我们说的都是真的。视频有啊，我可以证明视频里就是你在欺负周家小姐。哎，没错，我也看到了，就是他和他那个瞎子爷爷故意把自己砸伤，还想碰瓷周小姐。怎么可以这样？难道因为她是周家大小姐，你们就可以不分是非对错帮她颠倒黑白吗？真相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你们爷孙俩碰瓷不成，还想对我妹妹撒泼耍无赖。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妹妹跪下，磕头礼谢。嗯嗯，妈妈好想你。有安安的消息了吗？不是，是二少爷和小姐在公司楼下和一对捡垃圾的爷孙打起来了。真是反了天了，什么捡垃圾的穷酸货也欺负到我周家来了。走去看看。我没有错，我不会道歉的。在我周家的地盘上，我说你错了也就是错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跪下。啊，我没有错，我不会道歉的。生生生生，我操！二少，二少，求你放了婶婶吧，她不是故意的，她只是为了我这老头子才冒犯了小姐，你放过她吧。爷爷，不要道歉，我们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们，他们仗势欺人还倒打一耙。好，很有骨气。来人，给我把他们摁住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放开！爷爷，爷爷！骨头硬，我看是你骨头硬，还是我的棍子硬？你们两个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欺负我的孩子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事吧，何真？受伤没有？没事，就是宁安，他被人欺负了。妈妈，你都不知道他们有多过分，让他们给我打的。夫人，他是我们公司新入职的设计师，叫宋生生，旁边的是他爷爷，平时以捡我们公司的废品为生。不知感恩的东西，以后我周家的东西就算不要的垃圾也不准他们捡。是。还有，马上把他给我开除。从现在开始你已经被我们公司赶紧去办离职手续。凭什么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们凭什么开除我？凭什么？就凭这家公司姓周，我周家的人说的算。夫人，夫人，生生都是为了我冒犯了二少和小姐，要处罚，处罚我，怎么处罚都行。求您不要开除生生。不开除可以啊，但是你们口口声声说我妹妹高空抛物砸到了你们，你想她生育了，那你们是不是得给她道个歉呢？我们道歉。哎，
别急，道歉也得有诚意。是你们说他高空抛物砸到了你们，那行啊，你们就站在这儿，让他玩一次高空抛物，我就不开除他。哎，我接受，接受。爷爷，你不要答应他们，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凭什么使我们道歉？他不要这份工作，我不做了，我不回家。生生，砸一下没事儿，爷爷骨头硬，没事儿。话说都网开一面了。还磨磨蹭蹭干什么？不干就滚！对呀，不干就滚呀！对呀，别在这碍眼了。对呀，不干就滚呢！你干什么？宁安，去吧。爷爷，爷爷，你不要，爷爷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，爷爷！老瞎子，命还挺硬的啊。老赵，你说这事情我做到了，那生生是不是就要留下呢？这个事儿我忘告诉你了，咱们公司有规定，那新员工必须跟他家属一起来参加周年庆宴会，那才算正式入职呢。你们这个情况能参加吗？没有太过分了。我当初面试的时候没有说有这样规定，你分明就是故意刁难我们。二少，啊，这个年会我们能参加。不行，你伤得太重了，我们得去医院。我不要这份工作了，我们回家。三少，我们回家。爷爷包扎一下就好了。二少，你放心，这个宴会我们一定参加。何振。别和这种底层垃圾废话了，会议马上就开始了，跟我上去。好。珊珊，你受委屈了。爷爷，爷爷没本事，没保护好你。不是的，是他们太过分了，我没做错任何事情。听说你们两个又闯祸了。怀义，你怎么总是向着外人说话呀？这念安怀真多乖呀，都是那个新来的设计师在那儿搞鬼。妈，你就惯着他们俩吧。如果安安还在就好了。如果安安还在就好了。我陪了你们这么多年，你们为什么还是忘不掉那个贱丫头？大哥，你先带妈妈去换衣服吧，这里留我和二哥招呼客人。好，妈，走吧。哎，碰瓷的来了，大家都离他远点。这俩家伙竟然真来了，还真是比狗都听话。二少，我们来了，生生可以留下了吧？
这老头还真来了，又有乐子耍了。别急呀、啊，你看啊，大家都为这个周年庆宴会准备了不少好看的节目呢。你和宋先生准备什么？你又想做什么？你是没有人通知我们准备节目啊？再说、啊，我们都穷人，没学过，我们什么也不会呀、啊。没关系，不会，咱可以教。老瞎子，你要是能从我手上把这个盲杖抢走，我就让你孙女留下来。盲杖还给我！老刘，二叔，只要你们不为难苍生，哎，抢盲杖，我抢。你抢啊？我抢，这才乖嘛。各位，宋生生的爷爷，爷爷给大家表演一个瞎子抢盲杖，掌声！老瞎子，这儿呢？后面呢？这儿呢？啊，这儿呢？这儿呢？这儿呢？爷爷，爷爷，盲杖怎么这样玩意？这儿呢，来来，你不能这么欺负我爷爷，你们不可以这么欺负他。在这儿呢，快过来拿呀，老瞎子！放开我，爷爷！错了错了，在这儿呢。这儿呢，来来过来过来。二少，二少，我抢到盲杖了。圣上这回我留下来了。可以，宋先生可以留下来。但是啊，你们两个这些年未经我们周家允许拿了我们家不少东西，这笔账得算一下吧。哥哥说的没错。你们两个不要脸的小偷偷了我们周家不少东西吧？你胡说，我们捡的都是你们不要的废品，我们没有偷。谁说我们不要了？这些年你们拿我们家东西卖了不少钱吧？一年算你们一万，我也不跟你们多算，还个十五万差不多吧。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砸伤我爷爷，我还没管你们要医药费呢，你们现在反过来讹我们的钱。你看你们这么欺负人的，欺负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们要是不把钱还上，我就告你们偷东西，我让你们把牢底坐穿。老头子，你应该不会想要一个劳改犯送你吧？你二少二少啊，你千万可不能让我生生住进牢房。哎，我说嘛，我还钱，我还你。先还你这么多，剩下的我以后慢慢还。几千块，几千块都不够我吃顿饭的，那剩下那十几万你他妈拿什么还啊？剩下的我慢慢还，就是卖血卖肾我也会还你。谁让你个老不死的血的事？这样吧，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吧。你今天，你要是能把大家哄开心了，十五万的账，你又想怎么刁难我们？爷，不要紧的，他们安好心的。放心，这次不玩什么高空抛物，可以吗？那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听说啊，这个乡下的驴啊，他就算蒙上了眼睛，在他面前掉一个苹果，他也能吃着。来，哎，给我蒙上。咱们今天没有苹果。有葡萄。一
颗葡萄一万，咱们把这串葡萄吃完了，15万的账我给你算，好不好？这个好，一颗葡萄呢，我算你10000块钱。你们怕是仅一年的瓶子都不够10000吧，老瞎子？爷爷，我不要，他们分明就是故意刁难我们的。林哥，你太过分了！你凭什么这么羞辱我们？我家生生这么年轻，不能没了工作，更不能坐牢。你说的吃一颗10000，嗯，好，我吃，我吃。不要，爷爷，他们分明就是故意刁难我们的。我们回家。好了，吃葡萄不算啥，没啥事，吃，吃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这儿，下面，下面。哎呀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回家。爸，今天有人为了10几万去叼葡萄吃，这也太逗了吧！你们快看，好像一条狗啊，一只瞎狗，傻狗，哈哈，哈哈。下面，下面，哎，再往前走你。好瞎子，眼睛不好使就算了，嘴角还不灵。起来，去！哎呀，哎呀，快点！有空了。继续，加油！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啊，我爷爷。二少爷，我已经吃10几颗葡萄了，咱这钱是不是就算清了？什么？你吃完了？嗯。你们看到了吗？没有啊。那葡萄不在那儿吗？好好的一串没人动过呀。周怀真，你还做报应呢？凭什么你冲着我来？你不要再折磨我爷爷了。生生，二少做的不错。爷爷没吃完，你还继续，听到了吗？宋生生，是你爷爷自己说他没吃完，他想吃，他是爱吃葡萄吗？果儿，爷爷，吃啊吃啊，爷爷，你周怀真，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要这样羞辱我们？你错就错在身为一个底层人，干嘛碰瓷我妹妹？啊，来，看着，看着。哎呀，吓得人，是龙妹这样的人。二少，葡萄我都吃完了，生生啊。该留下了，真他妈恶心！来人，他好好丢下去洗一洗。干什么？爷爷，这是你爷爷的下场，穷人的下场。妈的，敢咬我！给我下去堵着他们，别让他们上来！爹，你先上去。我让你上来了吗？
爷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没事，你上去吧，珊珊，你上去。爷爷，我让你上来，等啊！扶你下来，来。爷爷，我上去哪里上？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和爷爷？ 求我，你求我，我就让你上。我求你，我求你让我爷爷上去，他快不行了，你让他上去吧。爷爷吧。 啊！你不是好酒啊！不是你求我救救你们吗？我给你们暖暖身子呀！啊！我来，滚！没喝过，啊？当我赏你？张嘴！张嘴！ 来，再来，过来！哎，啊！太深，我快点回来！有恩主的，喜欢砸是吧？ 他妈让你砸个够！圣圣，你怎么了？二少，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，放了圣圣吧。给我摁住他！ 来，这只手是吧？刚刚就这只手砸的我啊！来，住手！住手！都给我让开！ 周怀振，你在做什么？周家的教养就是让你这么随意欺负老人和女人吗？大哥，是他先拿酒瓶砸的我，你看。闭嘴！来，起来。我没事吧？你的泪痣何安的好像。 哥哥，安安，你脚上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这个叫做泪痣，是安安特有的标志哦。那以后就算安安走丢了，大哥是不是也能根据这个泪痣一眼认出安安呀？当然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妈。 你快看他的眼睛，他有这跟安安一样的。闭嘴！你这个下贱坯子，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勾引我的儿子！妈，你误会了，他没有。闭嘴！以后给我离这种不三不四的人远一点，免得招上不干净的东西。明明就是你儿子自己突然跑过来的，你凭什么不闻其声色把他打我了？像你这种穷酸货，一心想攀高枝，想蹭名流宴会给自己找个有钱的男人，见得多了。 笨我儿子，不是你这种穷酸货能攀得起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，免得把宴会弄脏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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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爷爷，爷爷。
爷，你没事吧？爷爷，爷爷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我们去医院。顾先生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是妈妈给我们的预备，杀了你，我们的唯一念想。陈毅，没有，破坏了我的玉佩，是他自己掉出来的。那，先生，喂，那还敢狡辩？如果不是你推了我，玉佩怎么会掉？他又怎么会摔碎？我没有。二少，放过生生吧。滚！那个贱人弄坏的是你们三兄妹的性命，就算是怀真要弄死他，你是活该。起来，起来！生生，生生，生生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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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。哥哥，我手腕上会有疤吗？很丑的。没关系，哥哥会送给安安许多漂亮的手链，就算留疤，安安只要戴上哥哥送的手链，就不会丑了。哥哥真好。给我住手！眼角的泪痣，手腕上的疤痕，这些都和安安对得上，难道他真的是安安？周怀真，你非要闹出人命才肯罢休吗？走。是，怎么样？宋小姐，你真是宋爷爷的亲孙女吗？大少，生生是我的。一脉相承的穷酸，让卑微下贱的身体，不是亲生的还能是什么？周夫人说的是，周大少爷，我就是爷爷的亲孙女。现在你们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请问我们可以走了吗？难道真的只是一个巧合？要滚赶紧滚！好好的宴会被你们弄得乱七八糟，真的是晦气。爷爷，走，我们去医院。等一下，我开车送你们吧。这样快一点。怀义，你要把车给这种人坐吗？你不怕染上什么病毒吗？妈，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。周怀义，你为了这种低等下贱的人，现在和你亲妈顶嘴是吗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周大少，周夫人说的没错，像我们这种又穷又脏的人的确不配住你的车，弄坏了咱们也赔不起。算他识相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宴会现场所有的东西都消毒清理，只要是他们爷孙用过的东西全都换新的，不得有一丝马虎。这个玉佩，是这个玉佩。后边还有安安的名字。妈，肯定是安安的。这是安安的玉佩。我的安安，他回来了。安安他在哪里？啊，妈妈在这儿。今天这个宴会参加的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。这一定是某一个员工落下来的。妈，你说会不会是宋生生落下来的？当时只有他离这个玉佩最近。不可能，他刚刚自己承认他就是那个死老头的孙女，怎么可能是他？对，怀真说的对，那个宋生生
不知廉耻，没有教养，怎么可能是安安？只是安安，安安没有了这个玉佩，他要怎么找到我们？太姬，姐，安安的手上有一个跟我一样的毛毛虫太姬，对，用这个肯定能找到。对，黄秘书，把公司所有的人适宜女生的资料全都调出来，看看谁的胳膊上有毛毛虫一样的太姬，快去！是。啊，15年了，妈妈终于要找到你了。等周安赢了，这个家还能有我的一席之地？行，周家二小姐只能是我。医生，我爷爷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你爷爷被砸伤脑袋，又在水里泡了很长时间，现在脑部淤血变大，已经完全压迫到视觉神经，需要尽快动手术，不然眼疾加重，再也没有复明的机会，还会危及到生命。医生，我们赶紧手术啊！唉，这手术需要聘请国际顶级专家进行治疗，手术费至少要上百万。上百万？这还只是手术费，术后还要康复费，这笔费用一般家庭根本负担不起，你考虑一下还要不要治。医生，我们治，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治，我只有爷爷一个亲人了，我不会让他有事的。我现在就去借钱，我去公司预支工资，麻烦你帮我照顾爷爷。当当，怎么了？妈妈，为什么我的胳膊上有这样的胎记，一点也不好看？这个胎记啊，可是妈妈专门遗传给安安的。万一哪天你要是走丢了，妈妈就凭着这个胎记就能找到你，知道吗？妈妈马上就能接你回家。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受了多少苦，还认不认得妈妈了？为了爷爷，我一定要预支到工资。进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！我的办公室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。夫人，我爷爷现在在医院，眼疾加重，急需一笔钱做手术。您能不能提前预支半年的工资给我？你疯了吗？宴会上碰瓷我的儿子和女儿，现在又跑过来管我要钱，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夫人，我不是。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，我爷爷现在就在医院躺着，真的很需要这笔钱。而且二少把我爷爷扔进泳池才会加重我爷爷的病情的，我真的。你们爷孙俩还真是自作自受，现在拿我的儿子说事儿，马上给我滚出周氏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夫人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要赶我走，我爷爷还在等着我赚钱做手术，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少跟我装可怜，我又不是你妈。夫人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真的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我爷爷还在医院等着我呢。别碰我，我警告你。我警告你。妈。怎么了？你来我妈办公室干什么？不会是想偷东西，被我妈发现了？我没有，我只是来找周夫人预支半年的工资，还给我爷爷治病。
是怎么了？之前欺负我妹妹，给你的教训还不够是吗？你现在有敢敢找我妈要钱吗？我没有。我再放你一次。今天我在你脸上写满了恨。我让所有人都看清楚。我要。来。 别动！别动！周怀振，给我住手！ 周怀振，给我住手！起来！你看看现在像什么样子，简直就是个恃强凌弱的恶霸！马哥，是这个不要脸的贱人跑到办公室，跑到我……你闭嘴！娘，这周家的家教就是这么教你们说话的吗？张口不要脸，闭口见人的污言秽语！周怀义。 你为了一个外人三番两次的在这训斥你的弟弟妹妹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妈，我觉得他们两个不能再这么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迟早会出事儿的。我先把人带走了，没事吧？你为了一个外人三番两次的和你亲妈作对是吗？ 还要被大哥教训，我不会放过。上次的事儿我已经查清楚了，的确是我妈他们冤枉了你，我代我们周家向你道歉。这卡里有50万，就当是我们周家对你和宋爷爷的补偿吧。怎么？做错事情的不是你。 你也不欠我什么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我记得宋爷爷还在筹手术的费用吧？这样，这笔钱就当是你借我的，以后有钱了，你再慢慢还给我。对了。 公司最近有个珠宝设计大赛，冠军也有50万，我觉得你可以试试。好，我一定会参加的。谢谢大少。那大少，我就先回去工作了。 宋生生，就算大哥把你留在公司又怎样？不会啊！你干什么？给你洗洗啊！老远就闻到你身上那臭味了，怪不得是你家捡垃圾养大的小垃圾。听说你正在给你那瞎子爷爷筹钱，没筹到。 我给你个机会啊，你现在跪下，把我洗干净，舔一次，我给你10000。怎么样？大小姐可真大方，宋先生，你在这干什么？凑个这次可就没有这种好事了。舔呢？舔呢？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可是人家大小姐，这铁鞋都是抬举，你们俩给我摁住他，好好教教他规矩。你做什么？放开！ 放开我！恶心死了！ 娘，这个贱人是不是又恶心？
哥，你都不知道，这个女人想钱想疯了，为了钱，她竟然来舔我的鞋。像她这种，太脏了，我才不要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你跑过来泼我水，还偏逼我给你舔鞋，你怎么血口喷人呢？你，哎，哥，你看他还在嘴硬。想要钱是吧？是你要钱的，来，叼啊！啊，叼啊！叼，自己叼啊！叼啊！快叼啊！放啊！你喜欢钱吗？呀，钱包都带来了，怎么了？怕自己嘴不够大叼不完啊？容易都敢抢是吧？我去你妈！喂，大哥，你不会是想拿着什么垃圾设计去参加设计大赛吧？设计稿还给我，还给我啊！垃圾呢？就要待在垃圾该待。妍，妈，我在这儿处理一些碍眼的垃圾。你可别这么说自己，你这次的设计稿画得很好啊，进步很大哦。妈，你真这么觉得？对呀，岂止是好。如果你要是拿着这次设计稿去参加设计大赛的话，肯定能拿第一名。我们的念恩啊，还是很有设计天赋的。天赋？凭什么一个垃圾妹竟然不用我的天赋？宁生生，我绝不会让你参加设计大赛的。妈妈平时最宝贵的就是和周安这个死丫头照片了。之前只不过是有人不小心摸了一下，就被妈妈赶出了公司。要是宋生生不小心被妈妈重金碎了这张照片，宋生生啊，这一次你死定了。你去冲杯咖啡，送到我妈办公室里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本人不喜欢我去办公室。怎么，我这个周家大小姐使唤不动你了？你要是不去可以啊，我去跟我妈说开除你，看你没了工作，怎么给你那个瞎子爷爷筹手术费。你要是不去可以，我去跟我妈说开除。你在干什么？夫人。你竟然打碎我和安安的照片，你知不知道这是我和我女儿唯一的念想？夫人，我一进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碎了。你还要敢狡辩？难不成他一张照片会自己掉下来吗？夫人，我没有，请你相信我。你够了！相见脾气就是相见脾气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不要让你进我的办公室，你就是不听是吧？夫人，我没有，请你相信我。是宁安小姐让我说。你别太不要脸，明明是你自己想在妈妈面前表现，
结果出了事儿，现在又反过来咬我一口。你胡说，明明就是你让我来送咖啡的。夫人，夫人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调监控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知道公司监控坏了，还没来得及去修。什么？你？黄秘书，保安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，让他知道知道哪里能进，哪里不能进，哪里能碰，哪里不能碰。带走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夫人，夫人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。我妈，明天就是设计大赛了，你今天教他规矩不合适吧？他这种下三滥的人不配参加设计大赛。黄秘书，取消他的参赛资格。不要，夫人，夫人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能取消我的参赛资格。我爷爷，我爷爷还等着我的奖金从手术呢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夫人。妈妈，咖啡。嗯，谢谢安安，这个是你画的吗？这是安安特地给妈妈设计的蝴蝶咖啡，妈妈喜欢吗？喜欢呀，安安真棒。夫人，等一等。夫人，等一等。我桌上的那杯咖啡是你泡的吗？是我，你为什么要在咖啡里画一只蝴蝶？我，谁教你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谁教你的？谁教你画的？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，看到咖啡，我就下意识的画上了。你在哪里看到的？你好好想想，你在哪里看到的？你说呀！我真的记不太清了。这一切都只能是一个巧合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黄秘书，今天的事就到此为止吧，都下去吧。我累。你也下去吧，今天我就放你一马。如果以后你再出什么幺蛾子，我绝不会饶了你。什么时候？我怎么大哥的偏爱，现在连我妈都开始对你心软了？凭什么？我一定要让你在设计大赛上身败名裂。谢谢你。宋生生，等着吧，几天过后我就让你成为设计界的毒瘤，人人喊打。此次设计大赛呢，我们创新了规则，将不同的参赛作品随机分成了两组，并交给两组评委老师进行最高的评分，进入决赛，最后由现场的大家一起决定今天的冠军。让我们一起来目睹一下这两份作品的风采。这怎么两幅作品是一模一样的？宋生生，你要不要脸？竟敢抄我设计？我没有。这设计明明是我的，笑话！我妈可是全球顶级设计大师，会抄你个穷酸垃圾的东西？就是啊，人家可是周家的千金，设计大赛都是周家举办的，哪用得着抄袭？设计界怎么会有你这种小偷抄袭狗？呸！真不要命！我没有，这真的是我的设计。宋生生，滚出设计圈！滚出设计圈！不要抄袭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妈，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宋生生
他竟然为了奖金抄我的设计稿，太可恶了！我没有，夫人，这个稿件它真的是我设计的。你是说这个设计稿是你画的？是我。胡说！我亲眼看到我女儿画出来，怎么就成你的了？怎么会这样？宋生生啊，你想凭着这个设计稿参赛得奖？做梦！妈，你看我这次的设计怎么样？哎呀，念安进步很大呀。你这次的设计稿就算是拿到全国去参加设计大赛，我看你也能拿下冠军。怎么会这样？可是夫人，这个稿件它真的是我设计的。你够了！我告诉你，公司举办设计师大赛是为了给所有有设计才华的人一个公平的机会，你这样做是对其他参赛者的不尊重。上不了台面，抄袭我女儿的作品，我反过来诬陷她。现在马上跪下给我的女儿，然后滚出周氏！我没有，我没有，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？还他妈狡辩是吧？天生下贱，敢做不敢认啊！死不悔改，来，手机拿出来。咱们给这个不知廉耻的抄袭狗报公道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不要！还嘴硬，身上写满了抄袭，我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宋生生是个下三流的人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是。平安，你是受害者。好啊。在哪儿写比较好？嗯，这脸上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好恶心。要不我在你身上写吧。夫人，我住手！住手！混账东西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大哥，是他剽窃了念安的作品，我只是在帮我妹妹教训一下他呀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你让人撕一个女生的衣服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教训？周怀振，你太饶恕我。念安，你也是个女生，你觉得这么对一个女生合适吗？赶紧给人道歉。大哥，你让我给一个抄袭我作品人道歉，我才不要。我不过是扯他的衣袖吓唬吓唬他而已，又没有真的做什么。真不知道这个宋生生给大哥灌了什么迷，找大哥这么拼。周怀义，我看你是被这个死丫头给气到了。今天我一定要开除你，像他这种品行不端正的人就不配留在周氏，更不配当设计师。从今天起，宋生生在设计界出名。来人，把他给我送进警察局，好好反省。妈，闭嘴！还愣干什么？把他带走！我真的没有抄袭，不是，你还在等我，你还在等我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宋生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真的没有抄袭，不过你还是坚持要把我赶出设计圈，那我就一死，不清白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我不能进禁区，我进禁区了，我爷爷就来救了。我相信你，宋生生，我相信你。你先别冲动，爸，
咱们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证明宋书生确实抄袭了。如果把他逼死了，不仅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舆论，甚至还会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和股价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件事情查清楚，不会包庇任何人。我就给你一次机会，今天先放过你，赶紧滚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宋生少，请你相信我，如果你是被冤枉的。 我一定还你个清白，先把东西放下。我相信你。这是毛毛虫胎记。娘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妈。 我有点累了，妈，有安安的消息了吗？黄秘书已经在排查公司所有胎记的人，估计我们很快就能结案回家了。太好了，咱们终于能跟安安团聚了。不行，我必须要在黄秘书之前确定宋生生胳膊上的胎记是不是毛毛虫胎记。如果是的话，我绝不能让他认回来。 来了，他怎么还要脸出现在公司啊？不要脸呗，大家一定要远离这种抄袭小偷。哪天作品被偷了，哭都没地儿哭。<笑>你们太过分了！ 听到没有？他说你们很过分哎！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把他带到洗手间里，好好给洗洗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 当然是给你好好洗洗。我还以为这次有人会来救你，大哥今天可不在公司。李安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？是设计诬陷我，打碎夫人的照片。 还诬陷我抄袭，害得我身败名裂，我一定会找到这名揭发你的，揭发我，揭发我！你觉得他们是会信你这个甄家大小姐，还是你这个穷酸垃圾的东西？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。 垃圾啊！就待在垃圾，该待在的地方。你到底干什么？我把这垃圾就好好洗洗。放开我！妈，安安有消息了吗？黄秘书已经开始排查胎记了，我们很快就能结案回家了。夫人，怎么样？胎记的事查的怎么样？公司所有女士都排查了。 胎记都对不上，但是现在还是一个人流产。是谁？宋生生。什么？你光给他洗脸呀？把他衣服也扒，好好洗洗。 哈哈哈哈哈！哟，果然就是周安。宋生生，我绝不会让你跟妈妈相认的。周家的千金只有，休想欺负人！竟然是他！妈，你说会不会是宋生生的？难道？ 宋生生就是安安，他人呢？马上带我去见他。
今天我就要放开我这个碍眼的胎记，看你们还怎么想人！给我摁住他的胳膊！你要说什么？听你开口胡话！看你怎么这么不相信，衣服不湿。放开我！只要毁了他，就再也没有人可以跟我抢了。宋双双人呢？问你们话呢，他人呢？夫人，我好像看到念安小姐把他带去洗手间了。他的声音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妈，二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为什么来接？你胳膊怎么回事？这就要问你的好妹妹了。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妈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个宋生生看到洗手台上的香薰蜡烛，觉得好闻，想顺走。那生死的时候，不小心他的胳膊烫伤了。胡说，刚刚明明就还在讲那什么，我们都看到了是吧？对。算了，我没闲工夫听你们说这些。生生，我问你，你的胳膊上有没有一条毛毛虫一样的胎记？说话有没有？我胳膊上有没有毛毛虫胎记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宋生生，你给我好好说话，你胳膊上到底有没有一个毛毛虫胎记？哥，我们刚刚都看到了，他胳膊上别说胎记了，连颗痣都没有，是吧？对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胳膊上唯一有个毛毛虫形状的胎记，他们为什么要说谎？我胳膊上，生生，在你这烫呗。生生，就算没有什么胎记，就像个孤儿吗？就像个孤儿？哎呀，干什么？你们一家人简直都不可理喻！我胳膊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毛毛虫胎记，现在你们满意了吗？请问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可以去处理伤口了吗？什么？那我的案在哪里？啊，也没着急。那天在现场的除了咱们的工作人员，还有不少服务人员，我把他们全查一遍。啊，查，都查。宋生生，从今以后，你的家人、你的身份，都是我周念安的了。妈，我刚下飞机就听说有了安的消息，怎么样？找到他了吗？别提了，空欢喜一场。空欢喜一场？妈，怎么回事啊？还不是那个宋生生，黄秘书查了公司所有的人。胳膊上都没有胎记，就剩宋生生了。我想着，那宋生生应该就是安安。结果他胳膊上不但没有胎记，就剩下血呼啦的烫伤。烫伤？啊，那个宋生生他就是一个手脚不干净的贱骨头。他连咱们洗手间的香薰蜡烛都想偷，还好被念安发现了，两个人起了争执嘛，自己把自己给烫伤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该有胎记的地方正好变成了烫伤？这太奇怪了。不是，大哥，你看我干嘛？你该不会怀疑我故意烫伤？我只是觉得太奇怪了，我得查查。还查什么呀，大哥？我特意去问了宋生生，我说你手臂上有没有一个毛毛虫形状的胎记？说的没有，那肯定不是哦。
不对，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有什么不对的？你不要再提那个宋生生了，好吗？那个妈，我手里还有工作没做完，我先去做工作了。嗯，去吧。大哥为什么还在怀疑宋生生的身份？喂，帮我找人办了宋生生，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再也没有资格给我抢周氏千金的身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宋生生是吧？我们是兼职招聘的，你的简历我们很满意，一会儿到云豪酒店面试吧。嗯，谢谢您，我会准时到的。宋生生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周大少，我接到了云豪酒店的兼职面试，谢谢您借我的钱，爷爷的手术已经完成了。云豪酒店是周家的产业，那就好，有时候也别太累着自己，有需要我的话尽管跟我说。谢谢您，那我先去面试了。医生，大少，我今天就要看到 DNA 的检测结果。好，大少。为什么面试地点被安排在酒店套房？怎么来这么晚啊？耽误老师时间，你担待着行吗？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您还有别的事情。你好。我是来这边面试的，请问这里是面试地点吗？这里就是面试的啊。这是我的简历，请问吗？戏还做挺真啊。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来干你了。小妞可别跑啊。哎，你说你都出来卖了，跟我装什么清纯啊？等会儿把老子伺候晕死了，那肯定比什么都强啊！你搞错了，我不是做这种工作，我是正经来面试的。面试？哎，现在小姐都玩这么花吗？啊，就小孩都一直玩下去。就小孩都一直玩下去。妈的，老子居然敢打老子！这样才能让你给飞了吗？抓到你，我一定把你杀进后沙！宁儿呀，这次珠宝大赛你获得了第一名，过几天妈就把这个酒店转到你名下，作为奖励，好不？谢谢妈妈，我最爱妈妈了。你呀，就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我也最爱哥哥了。妈妈和哥哥对我最好了。没事吧？宋生生，你怎么？你救救我！有人来抢劫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！臭娘们还敢跑是吗？救救我！看看我的手啊，没打出血吧？今天你给我好好赔明白，跟你没完啊！就是那个强奸犯，救救我！我的天！看什么看啊！明明是这个人主动约我出来的，现在拿了钱，哎，不干事儿了，我还能不给他立过去吗？对不对？你胡说！明明就是他骗我，他说这里有兼职，让我来面试的。看你说的话啊，谁家正经人来酒店里面试啊？赶紧回去！不要，救救我！松开！宋生生，你平常小偷小摸就算了，真缺钱缺到出来卖啊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这个不知检点的女人，你放
开我！你自己自甘堕落就算了，你别帮了我们呀！没人帮你了，我又没有人能救救我。陛下，不要走！怎么，您也想带回去泄泄火啊？可能是我看错了。没事，你继续。他真的是江天飞你救的。够胆的啊！就你当没有听。给你们看看啊，给你们看看，明明是他约我出来的啊！现在又说我是强奸犯，这我明摆拿钱想跑路嘛啊！没有，果然是自甘堕落，办出这么恶心的事。赶紧滚吧！这不是我发的，这是编造的，这是假的。走了。大少爷 ，DNA 检测报告出来了。啊，你先回去吧。太好了，他果然就是安安。妈，生生呢？你别提那个晦气的家伙，为了一点钱，名誉都不要，竟然做起了皮肉生意。妈，咱们回去以后就把它开了吧。我真的，我一想到咱们公司有这种，饭都吃不下了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什么皮肉生意啊？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生生明明跟我说他是来面试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他现在遇到危险了，我得去救他。怀义，你能不能不把那个死丫头放在心尖上？走，跟妈回家。以后那个贱人的事你少管。你们知不知道生生就是安安呢？什么？这是他的 DNA 检测报告，你们自己看。什么？你好吗？快去救我的女儿！你们小姑娘就是行了，我今天非得教教你，要看看怎么伺候男人。你们别过来！不要！你们不要过来！我是死也不会和他发生关系的。安安。我们是来救你的，你快下来，你不要靠近那个窗户。你们这些人，最的人义道，刚刚还见死不救，做什么？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们了！快点，我抓住你了，别松手！哎，先上来，是哥哥错了，哥哥对不起你。你上来，你上来，你要什么，哥哥都答应你。快上来，抓住你哥哥的手。我今年你们过了，就是想看我去死。但你们成功了，你何必全世界的来救我？不是的，安安，不是的，我们真的是来救你的。妈妈不能再失去你一次了。抓住哥哥的手，妈求你了。快上来，上来了。我今天就是为你们所要，我再也不会爱你们。安安，不要，不要，安安，不要！妈妈，原来你是我妈妈。妈妈，谁的好吗？妈妈，我们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一家人永永远远的在一起，一辈子不放开彼此的手。快来救人！救我去！快，救救他！给我过来！说，谁让你害我妹的？醒醒，快醒醒！救命！救命！我什么都不说什么，不管他。说，说，是谁？是谁？大哥，你快看看宋珊珊，她快不行了。王爱，把她给我压下去，
回头我再收拾你。大少爷饶命！大少爷，我什么都……快，阿静，快点！你这个下贱坯子，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勾引我的儿子！还有什么事？那我也不活了。那是我，怪我，怪我！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祈祷安安没事儿。如果一定要带走一个的话，你把我带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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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把安华给我，你把安华给我。兄弟，大哥，你早就知道生生就是安安对吗？你早就知道生生就是安安对吗？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我是跟你们一起知道宋生生就是周安的，在此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毁掉安的胎记？为什么？如果不是你用蜡烛毁掉安的胎记，我们早就相认了。不是的，那是个误会，是因为我们。我知道了，你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要阻止我们行事，对吧？怪不得我们刚刚到那儿，他胎记就被烧掉了。怪不得那天你非要逼着我们在那天去云豪酒店，就是想看着我们让安安身败名裂，让我们这一辈子都不能相认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是个误会，真的，二哥。年安，你早就知道安安的身份，为什么不告诉你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年安，我养了你整整15年，把你当成掌上明珠，让你做最尊贵的公主，你这条毒蛇竟然想毁掉我的亲生女儿。妈，我没有。你还打到我，你不配当人，更不配做我周家的人。是我做的，你们明明都已经有我了，为什么还要去找周安？你们就不能把我视作周家唯一的掌上明珠吗？狼心狗肺！我当初就不该收养你，我把对安安所有的爱都加倍给了你，你就还这样报答我吗？所以，你们觉得宋生生的一切都是我造成的，是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你们，是你们逼死了他。是谁推他下雨池，把红酒砸他的头，在他脸上写满了字儿，还放到网上羞辱他？
别动！二哥，是你啊！又是谁？骂他放荡下贱，逼他下跪求钱，还要让他在设计界除名。竟然敢在我的眼皮底下勾引我的儿子！从今天起，宋生生在设计界除名。啊，是你呀！你们觉得我是一个天大的恶人是吗？实际上呢，你们每个人的手上都沾满了宋生生的鲜血，现在想把这些都安在我头上，我告诉你们没门儿！对，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会想办法去求到安的人。但是你，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是我们周家的人了。哥，娘，我们不用再说了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周家跟你势不两立。我不允许安安身边有你这么恶毒的人。大哥，我做错了，这些都是我的一时之失。这样吧，等安安姐醒了，我向她下跪道歉。你们别不要我呀！我的娘儿怎么样了？虽然病人抢救过来了，但是意志很薄弱，恐怕很难醒过来。怎么会这样？你都睡这么多天了，休息好了没啊？我已经知道错了，你醒过来，你想要什么我们都给你，我们都去做。我是妈妈，你睁开眼睛看看妈妈。妈妈找了你15年，现在我们母女终于相认，却是在这样的场合。妈妈对不起你，是不是足够恨死我们了？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醒过来，不愿意看我们呀。妈，你也别想太多了。我觉得兴许还有其他办法呢。对了，安安的爷爷。对，妈，你看啊，安安从小跟他爷爷相依为命，他们关系最为紧密。我们可以用安安的爷爷试着唤醒安安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安安，你知道吗？宋爷爷现在可以看见了，他跟正常人一样，他现在每天都在家等着你回去呢，他很想你。妈，安安动了一下，有反应了。大哥，你再说两句。安安，你爷爷前两天还问我你怎么不回家呢？你要是再醒不过来，大哥就真帮你瞒不住了。你说，你爷爷要是知道你不愿意醒过来，他得多伤心呢。爷爷，安安有反应了。安安，你醒了。慢点，怎么样？妈妈知道错了，这么多年让你受委屈了。没有妈妈，我就是个拾荒老头的孙女，
我要回去了。哎哎，啊！大夫说，你还需要在医院静养一段时间，你不能出院。妈知道，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无法挽回这么多天对你的伤害。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在医院再住一段时间，观察一下，再休息会儿吧。你们不觉得你们这个样子真的很虚伪吗？不过是因为我是你们的家人罢了。不是的，如果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是个陌生人，你们恐怕会高兴的跳起来吧。不是的，妈妈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啊！求求你，你能不能原谅妈一次，就一次？原谅？周夫人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豆豆绑架我了？你现在的这个样子真的挺恶心的。妈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，你原谅我一次，行吗？宋生生，你怎么能让妈妈给你下跪呢？我倒是忘了，还有你呢，周年安。你先是诬陷我和我爷爷碰瓷你，再是偷走我的设计稿，毁掉我的胎记，再是找人毁我的清白，你才是我这一生悲剧的罪魁祸首啊！你有什么资格听别人讲话？不是的，这些都是误会，娘。你还在这儿狡辩，你在背后做了这么多的恶事，你还有脸过来见我？妈，你滚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。妈，这些真的都是误会。走！妈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的。安姐，你听我说。这些真的都只是误会，误会。那你说说，什么误会？我承认，我就是太嫉妒，我嫉妒妈妈和哥哥对你的思念和爱，我就是太害怕了，我害怕你回来之后，他们就不爱我了。安姐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只要你原谅我，我再也不给你抢妈妈的爱了。真的，只要你原谅我。原谅？凭什么？周年安，做戏做够了没有？你现在对我的道歉有几分是真心的？不过就是怕失去周家千金的身份罢了。演那么多干嘛？我没工夫看你演戏。让开，我要回家。二哥，大哥，你是相信我的对吧？周年安，该说的话我已经说了。我们周家真的不想再看到你。最后一天的时间，赶紧搬出周家吧。看在我们15年的情分上，你能不能不要赶我走？不把你送到监狱，已经是看在我们15年的情分上了。周念安，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宋生生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生生，生生，你怎么伤成这样？我们回家。我们回家。
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店主帮宋生生打扫起工位来了。就是啊，对啊，什么情况呀？安安，你来了，你吃过早饭了吗？我熬了粥，你尝一口。不用，我吃过了。啊，你尝一小口也行啊。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喝妈做的粥，只是那时候妈连最简单的粥也做不好，但你还是一口一口吃的不停。安安，快尝尝妈妈做的粥好不好吃？哇，你太好吃了！真的吗？那为什么？安安，你快别吃了，都糊了。妈妈以后还是别做饭了，真的都是难以下咽。妈妈做的粥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安安要吃一辈子。好宝贝，那以后妈妈一定要做一碗让安安永远都吃不腻的粥，好不好？给宝贝，妈妈抱抱。你不知道，这十五年来，妈每天都做一碗粥，就是希望你回来能让你尝一口。你吃一小点。我不吃。小点。我不吃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行了。你要是吃过早饭了，那妈去给你做午饭。你等一会儿，一会儿妈就做好。周夫人，你是有什么想吃的吗？你跟妈说，妈都给你做。您不用再忙活了，您做的东西，我一口都不会吃的。我一会儿就会去人事部递交辞职申请。我明天不会再来公司了，也请您和您的家人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要离职吗？让开。你别走，哥哥走。我再说一遍，让开。哥哥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，只要你不离。妈妈已经恢复了你设计师的身份，并且查清楚了那次大赛的真相。现在你的名次、你的作品都归还给你了。你现在要做的就只是在公司好好的锻炼，好好的学习，你以后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比妈妈更厉害的设计师。你看，你现在可以放肆的去追梦了。追梦？我还有梦吗？我的梦想早就在那次大会上被你们毁得一干二净了。我现在不需要梦想，也不需要你们这些马后炮。你不要再缠着我，也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每次看到我都会想起那些画面，这让我觉得恶心。哥哥不求你原谅我，哥哥只是不希望你因为我这种人渣封禁你自己的未来。你能不能不要辞职啊？够了，够了，不要再像狗皮膏药一样缠着我了，行不行？你打我，你打哥哥，你打哥哥，你干什么？没事，放开我。有没有好一点？你要发疯，你就自己发疯，没有时间陪你闹。你要是不够解气的话，你拿这个砸哥哥，来，使劲砸，来砸。你有病啊！怀疑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了？安安他根本就不愿意原谅我们，他甚至都不愿意见到我。
你说我该怎么办呀？妈，我们之前做了太多的错事，这些弥补对安安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默默守护她。你说的对，怀义，我现在只要能远远的看着安安，我就知足了。可是安安也不给我机会呀。 怀真，你跟安安说了吗？叫他不要离职。安安他恨我们，他不肯留下来，他也不肯原谅我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啊？妈，我想到了一个兴许能让安安留下来的办法。 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大哥，你说，什么办法？过来，我们可以把原本属于安安的股份还给他，让安安跟我们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就算安安离职了，以后总要见到我们吧。剩下的事，咱们慢慢再说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去准备合同。 周念安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妈，你怎么可以把公司股份交给宋生生啊？他身份那么低微，他不配拥有这些的。你不要再害我妈！周念安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再次出口红颜，你不要侮辱我的安安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贱人赶出公司，以后海城任何公司不准录用。妈，哥哥，能不能这么对我的？你们不能！ 周夫人，宋生生现在在我手里，你要是还想见到他，就来城西的废弃工厂吧，否则我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。周念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伤害安安！周念安，妈，怎么了？妈，走，安安出事了，快走！ 你醒了，这么多天看我变成那样，你一定高兴坏了吧？我根本就不想掺和你们的事情。你少听！看到我从云层上跌落下来，你一定高兴死了吧？都是你，都是你，我才会变成如今这个地步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是周家的千金，而我只是一个孤女？ 凭什么哥哥跟妈妈都有了我，还心心念念的寻找你？凭什么？就凭这些年你的日子，全都是从我这里偷走的。要今天，都是你自作自受。 咎由自取，咎由自取。周年，你要干什么？别过来！好，我不过去，你不要伤害安安。你看在我养你15年的份上，你也不能恩将仇报。你看这个地方。
眼熟吗？这是当时绑匪绑架我们的地方。哥哥记性真好，是因为在这里把自己亲妹妹弄丢了，所以才这么刻骨铭心的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，我告诉你个真相好吗？什么真相？当年就是在这里，我把宋生生推倒的，是我亲眼看着他被绑匪绑走的。当时根本就没有见错人，是你害了我们一家。是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周家不还是把我当15年的掌上明珠吗？少爷，你竟然没有半点悔过之心，现在居然还敢绑架安！我为什么要悔过？但我唯一需要悔过的事情，就是当初为什么绑匪没有杀了宋珊珊。周念安，你怎么能这么狠毒？是我恶毒，我罪不可恕。既然你这么憎恨我们曾经的母女之情的话，那我就让一切都回到原点，我要让你们跟我一样痛苦。不要！韩念安，你不要一错再错了，否则你就真的不能再回头了。错事，我做错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根本不差这一件。只要看着你们痛苦，我就快活。念安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告诉我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但是，你看在为娘你15年的母女情上，你不要伤害安安，好吗？你不许叫我这个名字！你知道我有多痛恨这个名字吗？念安。念安安，你们嘴上说着溺爱我的鬼话，实际上不过是把我当做思念之外的工具罢了。你们每叫我一次这个名字，就会多痛恨你们一分。明明我也有自己的名字啊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能把我当做你们的亲生女儿？念安，我不该打你。你看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告诉我，我都可以给你。名字、公司的股份，我全答应你，全给你。我求你，你不要伤害安安，你放过他，好吗？现在你说的这一切，我都不稀罕了。你想让我放了宋生生，可以啊。你现在向我跪下吧。周念安，你疯了吗？怎么了？我看妈跪宋生生的时候不是挺愿意的吗？怎么现在跪我就不愿意了？我不要，我可以，我跪。妈，我跪，不能跪。妈，我跪了，你可以放过安安吗？你居然向我下跪了。妈，你可是海城的首富啊，这么多年你一直高高在上的，骄傲的俯望众生，现在居然为了一个低贱的底层人民甘愿受到这样的耻辱。看来你这么爱周安，原来他在你心里地位这么重啊！不要动了！既然你甘愿为他做一切，那你也肯定甘愿为他去死吧？那你们母女就去地下母女情深吧！不要！怎么样？走，快走！啊！
家人永永远远的在一起，一辈子不放开彼此的手。妈，我来看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们最近过得都很好。大哥现在接手的公司，每天忙得脚不落地，前两天还犯了肠胃炎进医院。 要是您在的话，一定会狠狠的教训他的，对吧？二哥，他的腿，可是您放心，他真的超级乐观。走吧。现在呢，正在忙着脚不落地的全世界做慈善。你说。 他那样一个人，怎么会突然想着要去做慈善事业？我现在也是海城首屈一指的设计师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，变得和您一样，现在也算是身价千万了。妈妈。 你知道吗？我曾经真的很恨你。你吃一小点。不吃。其实，在我们的相认之后，这份恨意不变。我不需要丝毫没有减少。直到你走以后，我翻看了你藏在抽屉里的日记本，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。 你对深秋的爱，一直都没有减少。妈，虽然我现在还是无法释怀过去的那件事情，但是我也在努力啊，我在努力的拥抱我的新生活，我会。 以更加阳光、乐观、充满希望的心态面对我以后的生活。您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不要为我担心了，我会过得很好的。嗯，你也好好的过，知不知道？
我今天就先走了。下次再来。安安。